这里要什么菜？什么菜补啊？补菜。黑色的背后是黎明，以为来日方长，所以别把梦吵醒。时间它继续飞行，下一站机场门外，拥抱你的背影。蓝色的背后是纯净，低下头俯瞰陆地上想念的眼睛。生命中有些事情从没有原因说明，一刹那的奇迹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，能不能再听一听，听你的声音，就算是在小令。